各位嘉宾，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那个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台湾省政府林正泽林主席，还有嘉义市黄敏惠市长。那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活动开始，首先主席致辞，我们请台湾省政府林正泽林主席致辞。嘉义市黄市长，李副市长，还有我们省政府林专员，王科长，还有嘉义市民政处张处长，环保处陈处长，还有各位处长，还有各位七个县市的19个单位，在我们省政府这次到南区来，承蒙嘉义市政府的全力协助啊，对于我们地方基层民间平常在做很多的善心的事情啊，在这岁末年中也要代表这一些接受到各位关照的人来向各位表示感谢啊。因为省政府这么多年来在这一方面都没有做个公开的表扬，那我们了解在座各位，我们听到报纸说大陆上来的一位陈光标哈，大陆来一个陈光标，我这里就有19个陈光标，对不对？我们鼓掌一下好不好？我们19个单位在这边都是这么长年累业就来做这种善事，所以这一点呢，我以各位为荣。马总统特别交代啊，我们在社会弱势的人呢，就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要有慈悲心。那我们的行政院吴院长特别常常强调，我们说做公务员要有效率，要有真诚，还有一个同理心啊。同理心就是当我们很饥寒交迫的时候，有人来关心我们是很需要的，也不需要说我们提出来我们就主动去看到需要照顾的我们就去照顾。所以在座各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句话慰勉一下，掌声欢迎黄敏惠黄市长。好，谢谢，谢谢主席，整个省政府的团队啊，我想谢谢专员，还有科长，还有整个团队来到这里，给嘉义市，给嘉义市政府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善人，这么多好棒的一个团体，长期积呀，真的能够在这里服务，我们觉得很感动，是不是？我们麻烦借用大家的手，谢谢林主席所带领我们整组的团队。好，谢谢。还有，我想我们19个团队的代表，还有所有的先进啊，都坐在这里，还有许多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刚刚主席讲的好，我要特别代表嘉义市，真的谢谢给我们嘉义市政府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昨天我就很紧张，到底安排的怎么样？未塞闹亏耶，因为北区也有这样的一个北区已经做了一个表扬，是来请教。那中区已经表扬过了，南区就在这里。那我看一看呢，我们南区有19个团体，是7个县市，长高的团体。哇，感觉讲吼，那台湾上盖可贵的力量就是在各位身上。好，我们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因为九华山地藏，我们的九华山地藏庵。好，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访视个案，把急难救济金及时送达到案主的手上，真正做到雪中送炭。谢谢，下面是。我们非常感谢嘉义市城隍庙的慈善行为。
先请主席颁发匾额。福天福慈善基金会也是长，谢谢，谢谢福天福慈善基金会，谢谢。好，那福天福慈善基金会也是长期从事社会福利的那个救济工奖状，谢谢。好，谢谢红十字台湾省嘉义支会，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照顾青少年服务，还有急难救济，还有社区照顾服务等工作。那再和请摄影留念，谢谢，谢谢嘉义县餐饮业，先请我们主席颁发木匾。谢谢嘉义县仁爱慈善会，也是长期做慈善救济。救济奖金关怀活动，帮忙重建访谈等活动，由林主席赠送木匾，谢谢。嘉义市善德同敏会也是长期从事公益性活动，好，谢谢，谢谢台南市善德同敏会，谢谢。玉皇玉圣宫竹上发表扬状，有活动冬令救济、夏令救济、急难救济等，并协助天然灾害的救助，不胜枚举，深受木匾。谢谢，再请黄市长代表颁发表扬状，谢谢。我们谢谢台南市兴盛场慈善基金会，他们也是长总干事纪正良先生，请我们主席赠木匾，谢谢，赠送感谢状。那贡格斯也是长期照顾贫苦学童的注册学费，并且不定时的紧急救济疾病的贫困医疗者。博爱金额爱心会也是长期照顾低收入户，照顾低收入家庭岁末暖冬庆活动，谢谢我们黄市长赠送表扬状，谢谢，谢谢。林主席赠送木匾，好，再恭请黄市长赠送感谢状。卡玛嘎居蒋洋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也是长期照顾心，赠送木匾。还有我们黄市长赠送表扬状，谢谢，谢谢戴竹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他们也是长期照顾身障老人团体，协助。红十字会也是在长期办理社会福利工作，在八八水灾的时候也对灾民关怀，我们非常感谢红十字会对于我们社会的贡献，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慈善基金会，并恭请黄市长。
谢谢慈济基金会长期协助政府办理灾后重建工作，并且慈济基金会，我们也谢谢他们长期照顾灾民，并且对灾民投入付出，照顾灾民，并且每日哦做在厨房做菜色变化，不同的菜色变化的那个用餐，我们谢谢他，谢谢内门乡圣贤宫。他们的吉普车是发挥很大的功效，哎，对，所以他们的吉普车运动协会发挥爱心，哎，好，市长赠送表扬状，哎，谢谢，谢谢高雄县吉普车运动协会在第一个时间赶赴县那个灾区现场做救助及赠送匾额。中宏钢铁公司也是在莫拉克台风来袭的时候出钱出力给灾民最好的照顾。下面是请市长颁表扬状，谢谢，谢谢中宏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谢谢你们的善心，谢谢。也合照一下，哎，他莅临会场，哎，江委员也是长期在我们嘉义市区要对选民做服务跟照顾，也是慈善家，哎。小心小心，哎，二三大家就站好不好，来，一